雖然我哋失敗區有咁多嘅參賽者，但係今日我哋要睇嘅係喺失敗區入邊最低分嗰三位參賽者，有機會喺呢個舞台上清唱一分鐘張國榮哥哥嘅歌，然後作最後嘅比分。而今日喺呢三位最低分入邊，我哋係會抽兩位參賽者嘅。所以我哋而家要先睇嘅係大家嘅分數，睇下今日喺失敗區最低分嗰三位係邊三位。宋雨琦、陳燕娜、郭家豪，有請三位。換言之，其餘嘅參賽者係已經安全過關啦。卢思颖颁奖，阿美丽珊啊，阿飞机哥阿 Rex， 大家可以翻返去安全区嗰边啦。而家呢三位参赛者系每人有一分钟嘅时间清唱张国荣嘅歌嘅。当你见到天，我哋先请仲以慈。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日子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，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，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，人生已经太匆匆。够钟，多谢仲宇慈。跟住有请陈燕娜。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，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，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够钟。Thank you。 跟着有请郭家豪。多么高兴在流泪无中快乐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不是夜水的烟火，天空开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，我喜欢我。孤独的沙漠里，高中。Sorry, thank you。我哋三位参赛者已经用咗佢哋最后一分钟嘅时间清唱啦，而家就要睇我哋所有评判嘅比分。
我哋會三個分數一齊睇嘅。仲以前是68.2分，陳燕娜66.8分，郭家豪是64.8分，在這裡我們恭喜仲以前，下個禮拜可以再見。而接下來的時間，我們要分別請陳燕娜和郭家豪讀出他們時間囊上面寫給自己的信。首先好多謝 ATV 俾咗呢個機會我，多謝幾位評判當初揀咗我入嚟呢個比賽。咁我都要恭喜自己可以嚟到呢度。呢個比賽令到我媽同我嘅關係好咗好多，令到我知道我媽係好關心我，好錫我。另外好多謝周 Sir 教咗好多，雖然今日離開呢個舞台，但係我會繼續努力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好中意唱歌，所以我唔會放棄，我會繼續努力，總有一日我會向大家證明陳燕娜唱歌好好聽。多謝。不要放棄，多謝陳燕娜。跟住我哋有請郭家豪。首先，我好想同你支持嗰啲朋友啦，講聲對唔住，阿媽對唔住。I'm sorry I let you down。入到星光三係好榮幸，因為可以認識一班新嘅朋友仔啦。建立一個新的友誼啦，咁所以我好想多謝你哋先。我有好多朋友想多謝，唔想講少，但係即係我淨係想同全部嘅人講聲 thank you， 因為我唔想 specifically name 邊個，但係如果有嘅，真係唔好意思，我淨係好想多謝一直喺度咁支持我嘅朋友，無論要喺出邊揼雨曬嘅都入嚟睇足4小時，真係好多謝你哋。So love you all, thank you so much。多謝兩位今次嘅參與，郭家豪，我都請星光三班嘅同學。到舞台中間，將你哋最大嘅擁抱送俾我哋呢兩位同學。我見到馮師傅啊、飛仔啊，都已經喊到收唔到聲啦。咁當然同時都要多謝星光一二班嘅所有師兄師姐。星光嘅師兄師姐，大家可以一齊咧。呢啲過程你哋全部都經歷過，我知道，所以你哋應該都好有同理心。同埋我哋呢個節目永遠都係咁噶啦，去到大家最傷感嘅時候，亦都希望大家提升翻嗰個情緒。所以咧，我哋大家去望一望個熒光幕，究竟喺今次呢一個最愛張國榮嘅 PK 賽當中，邊一位係得到 MVP 啦？我哋恭喜鬼才楊麗珊係以70.3分成為星光三班嘅今個禮拜嘅 MVP 嘅。但是你今天只有20秒時間說你的感言先。首先想多謝各位和各位評判老師，我們可以從星光一二班見到你們 ATV 所有人這裡所有的支持人，我們可以怎樣長大，透過音樂怎樣可以去表達自己。今天郭家豪真的進步了很多，我不想去停就是這麼多。想多謝各位，我們會繼續努力，繼續做好啲。我哋見到星光三班真係感情好好 ，MVP 雖然得20秒時間講自己感言，但係佢依然將佢嘅感謝送俾佢嘅同學。再一次恭喜曬 Rachel 成為今次嘅 MVP。不過我哋要環觀翻咧，就加埋曬所有星光一二三班咧嘅朋友出嚟，究竟邊個原來最高分？最高分就有機會可以再唱多次。
頭先去參加比賽嗰首歌，其實就係英英嘅71分明星。多謝。如果大家識唱，同我一齊唱啊！我哋都將呢首歌送俾哥哥張國榮。當你見到光明星星，可有想起我？可有記得當年我的臉，曾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？當你記起當年往事，你又會如何？可會輕輕凄然嘆慰，懷念我在你心中照耀過？我像那銀河星星，讓你默默愛過，更讓那悠悠光輝為你解痛楚。當你見到光明星星，请你想起我。当你见到星河灿烂，求你在心中记住我。像那银河星星，让你默默爱过，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。当你见到光明星星，请你想起我。当你见到星河灿烂，求你在心中记住哥哥。多谢。我想个 fans 同埋特别要多谢